怎么了？臭流氓！所以你现在是小铃铛？男女授受不亲。哦，抱歉抱歉，阿四，是你干的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另外，不许离小铃铛这么近。哎，明白明白。哎，可惜我在小铃铛体内用不了法术。别指望我啊，我可不会什么法术。昨晚有没有发生什么异常？没有啊，昨晚下雨了，好像还有雷声，然后房间里闪了一道白光。被雷劈了！那就再劈一次。今天应该不会下雨了吧？哎，下雨也不一定会打雷吧？这破老天，该下的时候不下，净整事儿。啊！打雷了，打雷了！来了，你俩就站这儿，我躲远点，省得劈到我。你俩分散点，这样被劈到的概率大一点。一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俩先劈着，我洗把脸过来。阿斯，你说我们会不会永远都换不回来了？没事，变不回来也好，以后每个月你的肚子我来替你疼，你的肥我来替你减，你只要负责每天开开心心就好了。阿斯，反了。一晨，你真会移魂大法吗？会，会个屁！我就觉得这么喊比较帅。